故意当着丈母娘的面离家出走。哎，阿姨，哎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理解一个做父亲的，现在立刻马上你就给我回来！哎，老婆，这信号不好。你这个老东西！那个阿姨，要不算了吧？没事，阿姨给你做主。啊，你们俩先回房间。啊，王爷。啊？你到这房间干什么呀？睡觉。谁让你到这房间睡的？我爸让他睡这里啊。这个老东西，我们在家他还上天了，回你原来的房间睡。阿姨算了吧，这叔叔他不让。他敢不让，去。Later。王爷，我爸有话跟你说。啊？怎么了，叔叔？王爷，你小子是不是又告我状了？叔叔，不是我告你状，这阿姨她要问我，我才。行了。别说那么多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把我好好劝劝阿姨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知道了吧？那叔叔，那不得有什么好处啊？哎，王玉啊，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！那就算了呗。那个电视机抽屉里面啊，有500块钱，你拿去，千万千万别让你阿姨知道了。啊？还有哪里有？